嗨，乡亲，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这节国语新闻。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渔权的问题。传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渔民要求日本政府要重新检视台日协议适用海域范围的内容，希望在现行海域当中摒除倒三角的区域以及暂定执法线内的特别合作海域。对此，苏澳区渔会是相当不满，今天特别率领渔民代表表达强烈的抗议。日本政府，阿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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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澳区渔会理事长陈春生率领渔民代表抗议，这是因为日本冲绳琉球新报报道，日本渔民要求日本政府单方面将暂定执法线内的特别合作海域，以及我方俗称的倒三角海域，摒除于台日协议适用海域作业规则中。让台湾的渔民觉得这实在太霸道了。我们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的渔民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心安全的一个捕鱼，最卑微的一个行为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边有一个讨生活的一个过程。结果，我们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理的要求，阿爸的行为，希望日本政府。包括渔民会当认清，在这个海域的中间，是大家共同开发、共同一个所在。伊的无理的要求，应该爱在委员会内底大家充分的讨论，无应该有一个片面之词来去做一个，让大家感觉足恐慌的代志。伫个这个海域的中间，咱希望倒三角形也好。但是这个海域也好，应该要照着咱伫协议中间内底，大家来共同来开发，甲共存共荣。苏澳区渔会认为，钓鱼台海域自古以来就是台湾传统作业渔场，但因有争议，经过多次协商，为了双方共存共荣，才多方忍耐签订协议，划出适用的海域，不可单方面破坏规则。渔民也希望政府能硬起来，维护我方的渔权。钓鱼台是咱台湾的，所有渔民拢他叫来问啦。哦，今仔日就是咱今仔国家哦，家己不争气啦。你爱替渔民来争取咱渔民的渔权嘛？哦，至于讲做上下来讲，迄拢也都会使谈判嘛。啊，袂使讲啊，你单方面来你来废弃讲这个咱的大家协议的一个精神嘛。大家双方面都谈下来的事情，已三四年了，好不容易渔民来适应，马边疆来适应，啊，大家拢相安无事，是安那？今麦因为政府要 做出这款的动作出来，渔民现在已没有地方去捕鱼了。不把我们的台湾人看在眼里，为什么？因为他跟韩国签的日韩这个重叠海域的渔业协议，他跟中国签的中日渔业协议，都是领海以外共同享有。那今天他为什么对我们台湾这种态度？不要把我们的移民当成三等国家的移民。海洋无国界，去到哪边就是延伸海洋的一个权利的存在，一个国威的存在。希望这个板块，那你得来守住，不能片面一丝一毫来退让。理事长陈春生表示，台日双方将在三月二号召开台日渔业协议委员会，希望有好结果。若日方真单方面要求收回，不排除将进一步采取激烈抗议行动。宜兰新闻记者林奇硕采访报道。